哎，各位老师，午安午目前一点零一分了，然后我们目前看起来大家都回来了。好的哈。那我们先回答一下各位老师的问题的问题哈。下午不用签到了，是那个彩珍老师，他今天还没签到，提醒他一下。他如果说你今天还有其他老师你忘记签到的，今天不签到，那你签过到，老师请不要再签到了。然后那个老师问的那个 X 麦哈，那个。 请你你一定要去记得下载 S M I 八，它也是目前嗯目前国中小学如果电脑里面预设都安装的版本。如果从这张安装二零二一的话，那它可能会有些不相同的问题。然后在第二个问题是今天的录影会分享了，今天的录影呢基本上我这边等一下会开录影，文生老师那边他自己开 O p S 录影，然后文生老师那边会把他的那录影之后他会把它处理好。 啊，说能到到 YouTube。如果各位老师对想要复习前面课程的的话，可以到文森老师 YouTube 去观赏。而且文森老师他很会那个很积极在做他的那个形象，他自己你看他有他的脸书啦，还有他的 blog 啊，还有 YouTube 啊，都应该要订阅的。好，好。那各位老师，我们今天下午的课程哈，就请文森老师去帮我们讲解下去喽。好。 好的，那我就接管画面喽。好，好。好，那么下午我们运算思维哈、哦，还剩一个资料表示还没讲哈、哦。那在运算思维呃那个那个最后一个还没讲之前哈、哦，我先来讲一下。 先来聊一下我们上课的方法啊，因为三分之一还是要对新手老师哈、啊。呃，其实我个人的教学的方法是这样子哈、啊，我主要在贵区就是儿童层次的部分，我会讲两呃、啊、三个东西了哈、啊。第一个我会先呃、啊、让小朋友去 Code.org 去玩一下游戏，然后练一下功。 好，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只有一两节，呃，一两节先带他们去那个网站，然后跟他们说怎么样可以进去，然后在里面可以怎样操作，大概一两节就够了。然后我之后就会开好，呃，开好几个主题，让他们去在里面去自由的翱翔哈、哦。那这个部分呢，我有录影了，了、哦、哈，所以呃，各位老师如果还没用过的。 啊，各位老师，如果还没用过的呢，在呃我的网页的右手边哈，这边花莲限定课程这边，这边有那个三年级 Code.org，那这个是呃学生要看的，就是跟学生讲说怎么操作，怎么使用。那这个是老师要看的哈，包括呃你上课你怎么去开一个课程。 然后学生用了之后，你后面怎么收资料？好、哦，它可以收资料，可以印证书等等等，非常的方便，非常好用。那我想这这个就不在这边说哈，因为有影片，各位就自己上网去参考就可以。好，那所以我会第一个先介绍这个哈。那介绍这个原因有很多好处了哈。那等一下我会说哈，就是那基本上我在。 就是介绍完 Code RG 之后，我就会直接，啊、呃，因为 Scratch 比较简单哈，我大概只有第一二节会介绍一下环境跟呃基础的积木，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是用小实例来做练习哈，然后接下来我其实就会进入主题式的，啊，就是做一个游戏，做一个动画，这样子去带他们，那带的方式就会跟刚刚跟各位讲的那样的方式是类似的哈。 <coughs> 那这边要提醒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之前会先讲扣的话句？因为你在真实在教 s u i t c h 的过程中，小朋友通常就是呃厉害的很厉害，一下就做完；那不厉害的呢，他就是慢慢拖嘛，哈。那所以呃，我们教学的时候，针对七八成的小朋友去做进度。那所以那个比较快的呢，我通常会跟他们讲，就是我的下一步。 可能要做什么啊？你们可以先做、先想、先想想看，你们要怎么做、怎么解决问题，然后把它做出来。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已经呃进度都到了啊，也也没有什么要做的，那我就会我的上课是允许他们在进度之外自己去 Code.org 去过关好、啊，所以就变成说上课哎写的很快的，他自己就会先跑去 Code.org 那边过关。 哦，oh, 那扣的话，就另外还有好处，就是说，呃，它除了可以分担你那个教学的注意力之外，学生去里面加深加广，非常好用。那有的非学生非常的有兴趣哈、哦，他会甚至晚上回家哈、哦，那个爸爸妈妈去睡了，哎、欸，他电脑又打开，又在那边过关。好，那当然这个是基于健康理由，还是要念一下哈、哦。但是呢，你会发现。 你去搜那个 c o d e r g 背后的资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哪些小朋友是很有兴、很有兴趣、很有程度。好，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找你的选手，哦、啊，未来的选手哈、啊，其实就在里面了哈。啊，这是很很好玩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另外我会特别去呃讲那个 TinkerCAD，因为 TinkerCAD 里面哈。啊 啊、呃，我们就 demo 一下哈。这个我想，如果各位老师如果有教那个创客的、教三 D 列印的，应该这个网站都是必备的哈，必备的。那我稍微简单的、很快的示范一下啊，就是它除了一般的三 D 绘图之外，它呃最近这一两年也针对那个电子电路的模拟。 那还有那个儿童程式，好，就是它的电子电路的部分，它是可以写程式的。那它的程式就跟 s q u t c h 长得一模一样，好。然后另外它的呃，另外还有一个区块是用写程式来画三 D 图，好用写程式来画三 D 三 D 图。所以事实上这两个呢，都是在写 s q u t c h 好都可以写 s q u t c h 好，我們举例来讲，比如说那个电路。 啊，那你建立新电路之后，啊，那你可以用，啊，这些基础零件它都有模拟的功能，那你也可以使用那个硬体 Arduino 板，好，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做一下简单的示范，LED 电阻，啊，电阻给两百二，啊，不一定要两百二了哈，那电流可以就可以，好，然后呢，我把它接过来接地。 然后正极呢，我接到讯号端，比如说第第第九只脚好了。好，那这样你的电路就接好了嘛。电路接好之后呢，哎，这边有一个程式码。当你点出来说，哎，这边有 s c r a t c h 啊，你就会发现，哎，我在这里模可以模拟电路，又可以写程式。好，那所以我就可以把，比如说输出我要呃第第九只脚。 啊，就选第九只脚，然后我要设为一，一就是开灯了哈。好，然后我再再把它设为关灯，啊，零就关灯哈。那、啊、当你去模拟的时候，action 它就会亮，啊，就会亮，啊，就会按照你写的程式去亮。所以你发现这里也可以玩 Scratch，啊，也是蛮好玩的哈。 然后另外那个绘图的我就不讲了哈，各位有兴趣再再自己可以去看一下哈。好，那所以我上课其实主要如果纯绘图的部分我会教这些东西，然后嗯、呃，那当然我有一半会在教那个创客的部分啊。好，那授课的方式哈。 呃，其实就是主题教学会比较多了哈、哦。那其实各位用刚刚的那个方式就可以。呃，我是建议各位啊、哦，就是一个主题为主，然后把整个方法至少带过一遍，好、啊，然后再再循环几个主题就可以了哈、哦。那你那个呃技术课的部分，再去深入技术的部分，去留给那个社团班跟呃跟那个训练。 竞赛的那种专班哈，他们比较需要练技术哈，然后所以呢，他们做完的作品呢，我通常会呃，就是那个作品的架构会给到大概六成到八成，然他做完主题架构之后，我都会留时间让他们有扩充的空间，然后让他们去传到那个呃云端 s k a t c h 官网的工作室，好，这样子你就可以去收作业，然后去打分数哈，那另外呢？ 呃，也蛮鼓励哈、哦，就是小朋友把他的作品啊，那呃，你可以简单教一下桌面录影，让他们去呃，把他的作品的设计跟他那个操作的过程、游玩的过程，简单的录一下影，让他去可以上 YT 去分享哈、啊，那这个是跟啊、呃，之后那个学习档案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因为小朋友呃，台湾的小孩最。 最烂的就是表达、分享、沟通的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要给一些练习哈。然后在整个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去提炼那个运算思维的方法，然后跟一些生活的小练习去使用。好，大概我授课的方式大概是这样哈、啊。那这边提到一个叫做，哎，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哈，我们就先回到回到那个资料表示的部分哈、啊。 好，这边刚好几个案例哈、哦。呃，资料表示呢，在高中以上哈、哦，它大概就是会讲到那个大数据啦、IOT 收集一堆巨量资料，好大量的资料回来做分析运算。那在在他们 AI 的领域哈、哦，那个资料表示有另外一套专门的解释。好，那呃。 学程市呢，他们在高中以上也会讲到资料结构这些，哦，大量资料怎么处理，怎么呃排序，怎么搜寻之类的，哈，这些都是属于高中以上。那国中小到底讲什么？哈，国中小的呃运算思维里面的资料表示、资料处理，其实讲的很简单，它就是资料的输出、输入，跟各种情况的转化跟呈现或者分析。 那我简单的说，比如说你在收资料、你在呈现资料的时候，你是怎么呈现？你是直接用数字，还是有影片，还是有图片，好，还是有图表，还是加了感测器、加了马达什么，让你可以震动，做一些动态的处理？好，那当然，我们如果今天的主角，我们是要做给呃特教班，可能呃。 哦、我们今天主角如果是要做给特教班，那他如果是听障的小孩，那我们当然就要把所有的声音的资料换成什么？换成视觉的讯号。那如果他是视障的，我们就要把视觉的讯号换成听觉的讯号。所以这些资料的转化处理，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哦，都在这个范围里面。那甚至，呃，你有呃高中以上，他们很巨量的资料去做分析、预测，然后去给。 提供未来的那个呃方案，好、哦，这个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哈、哦。那我刚刚说要提供一个更简单的理解的例子哈。好、哦，这个哈。啊、哦，我刚好最近，呃，各位如果在追的哈，知道我最近都在烘咖啡哈。好、哦哦，那。 烘咖啡啊，那个设备要投资嘛。可是我们这种哎穷人哈、哦，小气巴拉的穷人，你要叫我去买一个烘咖啡机哈、哦，我觉得很贵。那所以后来看了很久，在网络上看到一台，哎，只要三千九百八。那可是三千九百加八也是也是一笔钱了、哦、哈、哦。所以我们这么抠的人要去买一个咖啡机，你就会想要。 用什么想法去去安慰自己，让自己心里比较愉快一点哦，那说是说钱没有不见哈、哦，它只是转成你喜欢的样子嘛哈、哦。可是问题是，你就有时候很难说服自己。那所以呢，我就特别为了这一件事做了一个试算表。好、哦，所以以前呃，以前呢，我买那个生豆两百克，好、哦，然后单价可能大概三百五。 然后我我一个月大概要花的量大概是一千七百五十块，这样一个月哈。然后如如果我买了机器三九八零之后，我只要买生豆，那生豆是五百克，那单价是更便宜。那所以你一样的量，你要喝的量是一样的啊。那喝的量一样的，你去算了之后呢，每个月只要花四百五。那所以中间的价差一个月就差了一千三。所以你把它做成图表之后。 你会发现，以前费用是这一条蓝色的，然后呢，你现在花的设备，虽然一开始钱比较多，但是呢，你的那个深度的成本就降低了，所以你花的以后每个月花的就是这样的钱。好，那所以这个交叉点就是什么回本的那一天，我就会突然发现哈，三个月就回本了。好，所以当你看到这个图之后， 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买了那台咖啡机，啊，就会毫不犹豫去买。所以你看哦，你以前只有看到哇，这个咖啡机一台三九八零，看着就觉得很贵，对不对？但是你把它转换成图表之后，哇，便宜嘛，好便宜，那它就会变成一个奢侈品，就会变成一个呃资本投资，哈。 就变成一个投资，那投资是划算的，那你就会直接去买哈、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啊哈、哦。好，那第二个，这个很可怕啊，这个例子，呃，疫情嘛哈、哦。呃，我们之就是现在都在网络上看时钟老老兄哈、哦，在公布一天呃多少人。 得病多少人死掉，对不对？看数字这件事，对各位来说，对我来说，诶，数字这个东西感觉不是很直觉，有时候看了就看过去，就不会有感觉。那没有感觉这件事就很糟糕。为什么？因为没有感觉，你就不会想要有什么后续的动作，没有动机。而、哦、看久了它就是一个数字、哦。啊，可是如果你把它变成这样子，哈、哦。 我现在用这种方式来跟各位表示那个，呃，疫情有多可怕。这样好，那我先说明一下哈，我这一篇没有算感染率哈。好，那所以我的算法是这样：全球平均的死呃死亡率，感染的死亡感染后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点一，当然台湾是双倍了哈。我这个文章写之前还还没有到这个数字。好，那我们如果用这个平均值来算的话。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全部如果染疫的话，会有四十八点三万人死掉。好，那你就就会觉得数字很可怕，对不对？刚开始看这个二点一，哎，不怎么样。但是如果加入两千三百万人下去算，哎、欸，四十八点三万人会死掉，你就会觉得很可怕。好，这数、個、字就大了。好，那再来呢？如果你还没有感觉。 好，那我们再模拟一下哈，我们加入一点想象力。如果这个死掉的人，我都把他尸体把它堆起来，堆起来，那躺下来的高度算是二十公分的话，那一百呃一零一大楼的高度是五百零八米，也就是说，你这四十八点三万人躺死的尸体，你把它躺下来叠起来，可以堆出一百九十堆一零一大楼。 你这样有没有觉得那个更可怕了一点？好好，那如果算上那个感染率啊，哈，我们如果以那个印度的感染率来算的话 2. 2，百分之二点二左右，哈，你把这个数字再算上去，也就是说数字会再缩小，那也要四堆一零一大楼的高度，好，那。 我不知道你从刚开始听到那个百分之二，跟到现在，哇，尸体堆了四座一零一大楼，这个对你有没有比较有感觉哈？好吧，那又有人会说啊，这戏是西伯狼啊，不是西瓜。好，所以又没感觉。那好，那我们就把感觉拉近一点，好，那你再把它具，呃、欸，上面那个过程，我们把它叫做具体化，就是那个比较。 有具体的那种形象在那边。好，那么再来呢？要为了要让你更有感觉，我把它拉近一点。我们比喻一下哈、哦，按照刚刚那个比例，所以如果你的一个班上有三十个人的情况下，啊，那就是有说，呃，就是三个班里面就会死掉两个人。你想想看哦，如果今天这些死掉的人可能会是你班上的学生。 而且三个班里面就会死掉两个，也就是说，有可能一个班，你们班可能就会死掉一个。那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感觉？好，有没有可能觉得越接近，越来有越有关系？好，那这个把刚刚的那些无呃没有意义的数字，把它具体化之后，然后再把它意义化，对你有意义，你就会只觉得说，哦，这个数字对你有重要。 所以资料的表示是这样子哈，就是当你把这个资料变得跟自己有关系，啊，变得有意义，变得比很具体，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用的。那也就是说，假设这个小朋友将来出社会去工作啊，或者说你你是假设你是一个老板那你希望看到今年的呃这个月的报表。 那这个报表呢？你的属下拿上来给你是一堆数字，一堆 Excel 的数字。请问你会觉得？那除非你是那个快桶专业，你看得懂一堆报表，好啊，你看得懂？哎、欸，什么纯利减？哎、欸、哎，销、欸、售量扣掉什么成本等于利润？哎、欸，他还要看那个哪一栏才是对的？你还要去看，对不对？但是如果现在很多都官派的都是。 啊，不是快统专业，对不对？哦，那个派过来的官是不懂的啊，可是又领很高的年薪的这一种。那你这样给他的数字的资料，他是对他来讲是无意义的。那像我们看不懂，我也真的看不懂哦，那个会计报表看不懂。那所以怎么办呢？比较有能力、有这个资料处理能力的人，他就会把它换成统计表，换成刚刚那个类似统计表，或者那个曲线图。 那你一看曲线图，你就知道啊，为什么我的我这个七月份，哎、欸，为什么笔电可以卖这么多？好，啊，然后你再分析具体的原因、就是，就知道啊，原来是大家要放暑假，或者大家都要远去教学，那放暑假小孩都要打电动，所以买笔电的人很多，好、啊，或者进入疫情之类。的，啊，你知道这个原因之后，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再去做一堆呃下一下一次的促销活动之类的。 好、哦、你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运用。那当然，更好的，比如说这个还要老板自己看图表，对不对？那更贴心的下属会做什么事？他会跟你分析说：A 案、B 案、C 案。哎，老板，那个 A 案我们要投资多少？那我们的收益会是多少？可能遇到会是什么状况？好、哦啊、，B 案可能这样子，然后它的背后的隐忧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可能会赚这么多。啊，C 案怎样怎样？ 啊，老板，你要选哪一样？好，那所以分析在你，但是决定在老板啊。但是呢，你可以很清清楚的呈现资料给老板，让他对全盘可以了解，而且他不用专业背景。好，那另外一种，如果是投资者，啊，你今天你你不是老板，你是投资者。那投资者只要看报表看那个结果会不会赚，对不对？ 那所以那个 C E O 就直接说诶，根据综合分析什么，我们就直接股票都买台积电，买三年就对了，啊啊，你就老板那个投资者什么都不用担心啦、啊，我只要知道你赚钱就好，啊，所以资料表呃资料表示它其实是一个呃蛮重要的内容哈，蛮重要的内容，那所以呃。 所以在我们在教 s r u i c h 的时候，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嗯，刚吃饱饭嘛，哈，下午很想睡，对不对？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里有一个咬人游戏的原始版，哦，也不是咬人游戏啦，就是简单的那个简单的游戏，哈，请各位把它打开，我们简单的做一下小练习。好，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支程式，哈。 那这个呃，这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一只小城市，里面有两个主角啊，那呃两个人呢、啊、哈，两个人，一个是坏人，那坏人呢，他会被你的话，哎哎，坏人会到到处跑，到处乱跑，在画面上到处乱跑哈、啊，然后主角呢，他会固定固定在中间，然后呢，我们给他一个生命值 HP。 那所以一开始他的生命值是一百，一百。然后坏当你按 Action 之后，坏人到处跑之后，这个主角呢如果被坏人碰到，碰到然后就把生命值减一，1, 然后坏人离开，再下一次。好，所以一次碰到只算扣一分，一次碰到只算扣一分。好，那所以当你去按 Action 的时候。 这个小猫到处乱跑，对，哎，每每碰到一次呢，分数就会往下减。好，各位可以体验一下。然后分数往下减呢，当我们在假设这是一个游戏，我们在看这个生命指数 （health y point） 的时候，那它就是一个数字，对不对？那是一个数字，对你来讲，那个玩游戏可能感觉没有那么明显，好，没有那么明显。那所以。 如果基本的架构、基本的学生做到这边，啊，你觉得，哎、欸，这个基础架构有了，那如果我现在想要提升他这个运算思维里面资料表示的游戏，我就会给他建议说，哎、欸，按、啊、你这个生命指数啊都是数字，数字老实说看起来没什么，能不能有点变化？哦，不然看看数字很无趣嘛，哦，就是数字在变而已啊。 那如果可以有点变化，比如说它是一个血条，诶，血条就很具体，对不对？我们在看那个 Street Fighter 的时候，也是对打，然后那个血就会慢慢变少，慢慢变少。啊，那血条快要不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快死了，啊，就要赶快更仔细的去防御，啊，更仔细的去找敌人的漏洞，啊，就不会乱打一通。好，所以这样子它就有那个目标。 好，可以去做资料表示更进阶的资料表示，它可以把它变成图像。好，然后呢，就有人就会更厉害啊。他说啊，那只有血条变少，好像又有点单调。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如果血条呢，哎、欸，就本来是蓝色的，那如果它慢慢减少，少到百分之五十，剩下百分之五十的时候，血条会变红色的。 对，色彩就进来了，对不对？哦，变红色就会，红色是警示的颜色哈、哦，所以就会开始紧张。啊，如果血条呢，在剩到百分之三十，开始震动、闪烁，主角变色，忽大忽小，错觉的挫折。啊，如果你是玩那个呃开放硬体的人，诶，那我可不可以再加个震动马达？哦，马达就绑在你的摇杆上或手上，哦，绑在你的椅子上。 或者通电啊，要快要死了剩百分之二十就开始给你通电，那个马达震动马达就会闯你就全身都有感觉，好，那所以它就可以把这些资料从从数字到图形，啊、哦，到多媒体，到那个立体那种那种呃感官多感官，好，那资料表示就会全然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去。 像我们在做那个评审的时候，就可以很简单的从这些小地方看得出你你的作品在呃这几个能力里面的表现的程度到底是如何。好，所以这个部分给各位练习一下。哎，我们给各位也是五分钟，好不好？请你把这个数字改成雪条。好，麻烦各位开始。 那改好的，请你加五，好、哦，改好的加五，好，我一样会计时哦，五分钟，可能有点少，嗯，但是各位可以想一下，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数字改成血条？ 啊，这个应该会用到绘画的功能，对不对？啊，所以各位记得哦，在那个绘图功能，然后把画笔叫出来哈、哦。好，那个下午时间哈，刚吃饱饭，所以还是给大家动一动哈，比较不会睡着。 好、哦，怎么把这个生命值数字，把它转成一个血条？ 这一题稍微比较难一点哈，如果老师们没有没有练过的话，可能要想一下哦，可能要想一下。 好，还有一分半，各位加油！好，五分钟可能不太够用了哈，但是我也不会延长，因为我只是要老师享受一下那个动脑筋的历程。 那也没有办法把它让各位每一个人把它全部做出来哈、哦。哇，有老师做好了，好厉害！这老师应该有在指导比赛哈。 好，还有二十五秒。 时间到，好，葛老师不要挣扎了，好，很残忍啊啊，好，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那个解答哈，哎，解答不是唯一的啦哈，解答都不是唯一的，所以每个人的做法可能有不相同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呢，我就是。 呃，另外，另外做了一个叫做血量，好、哦，那这个血量的呃角色在这边小小的一个哈，好，那我就是呃主要把它拿来当做画笔，画笔，那所以我设好宽度，设好颜色之后，就在这个位置。 好、哦，定位到这个位置哈、哦，零一百二的位置，然后让它呢去做绘图的动作。好、哦，那绘图绘图的长度就是它的 H P 乘以两倍，哈、哦，这样比较长哈、哦，所以它会在这边画出它剩下的 H P 的两倍的大小的一条线，好、哦，一条线。然后这里面哈、哦，我做了另外一个判断，就是如果 我的 H e 小于五十，那我就广播一个主角抖动的讯号。那如果小于二十呢，就广播一个主角快死了的讯号。好，那在这个血量里面呢，如果它接收到主角抖动，我就把颜色换成蓝、呃、浅蓝色。那如果接收到快死了，就把颜色换成红色。所以这个是血条做的事情。然后那个主角做的事呢？ 一开始是正常的大小、颜色，但是如果它接收到这两个讯号，主角抖动，那我就会让它的尺寸随机的啊，随机的变大、缩小在，在在这个呃百分之十正负的范围里面。那如果是快死了呢，我就让它的整个主角的颜色做变换啊，做变换。好，那所以这样执行起来，我 action 之后。 你会看到这血量是有血条，然后慢慢在减少，然后减少到超过五十的时候就会变色，好、哦、变颜色，然后主角那个就会开始抖动，甚至主角会变色，错觉错觉，好，好、哦，那跟刚刚比起来，你看，如果你去，你是一个评审，如果你去评审一个游戏，然后看到两个人写一样的游戏，可是一个呢是用数字呈现。 一个是用血条，而且还有多媒体啊，甚至还 Arduino 给你接的感测器啊，接接在上面，那当然是高下就立判，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属于资料表示的能力哈、啊。好，那所以呃，所以我们会发现哈、啊，这个资料啊，你呈现给人家的资料跟分析的内容。 好、哦，那沟通表达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好，那所以这个叫做资料表示。好，那运算思维的五个能力：系统拆解、演算法、抽象化、模式识别、资料表示，这五个很重要的能力，我们就从早上到现在就用呃用白话文跟简单的案例跟各位说明了一遍。好，那你想一下哈、哦，如果 如果你教的小孩以前你都教纯程式，对不对？那纯程式教好，他以后就是呃很会写程式，那如果他毕业之后，他如果走的不是写程式那条路，你这些时间就是浪费时间好啊。可是如果你教的是这个，你教完城市之后，你有引导他这些能力，然后跟他讲在日常生活中怎么用。 你就会发现这个小朋友哇很厉害，可以当领导人物，然后又很有执行力啊。然后呢，他学什么都快，学霸啊，很多很新的东西他都可以很快的找到重重点，找到架构。然后呢，他也可以學,学了很多的东西之后，他可以把很多东西把它变成他的模组，好、啊，呃，模组，然后。 就很多的东西留在他的底子里面，然后当他哪一天要用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模组拿出来套用，哦，又快又好，所以这个叫做运算思维，啊、哦，这个就是那个深不可测的运算思维。所以当你去听那个学术演讲的时候，跟你要在现场教给孩子，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好、哦，那我们希望就是老师们可以把这样的东西带给学生。 那如果小孩经过你这样的训练下来，我想他以后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都会很有出息哦，所以你看，我前两天还特别把什么总裁之力、执行之力，有、呃、希望就是可以，哎、呃，怂够不烂哈。啊，所以结论是说，如果你传统只教技术，你可能这一辈子都只能用洪荒之力，还不一定把事情做得好。 还不一定把事情能够完美解决哈、哦，但是如果你把 squish 运算思维，呃，把它学得好的话，你以后就不用动用洪荒之力，好、哦，就用这些这五个力量就可以很简单的把事情处理好。然后呢，可是这里面哈、哦，你会发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五个能力都是在解决问题的能力，各位有发现吗？好，运算思维其实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五件事情都在告诉你怎么解决一个问题。那如果没有问题呢？如果没有问题呢？那我们就没有用处了吗？好，所以这一件事情。 各位，我们其实还尚缺尚缺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思考的能力。好、哦，那在各给各位的资料里面，我有一个呃设计思考的部分，我稍微带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设计思考的流程。好，从这里面你会看到，他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现一个挑战，发现一个问题。 然后他去诠释、去定义、去同理这个问题，然后最后呢产生一个想法，产生一个想法之后把它做出来，然后再回馈进化。那你从这里发现，诶，后面这个三个部分其实可以用运算思维来代替，因为它是一个，它有了问题之后，它可以解决问题，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啊，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后面事实上你可以用呃用运算思维来取代，但是运算思维没有的，前面这两个很重要。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第一个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啊，如果你可以从生活里面发现问题，这个能力其实也不难，但是要练一下。 那、啊、今天时间不够，我们也没有不会讲到那么深哈、啊。那所以呃，当你遇到生活里面最简单的，就是你觉得哪里 K K，那个地方就是有问题，就是你可以解决的地方，而且那个地方就可能会有商机会有市场。好、啊，所以当你发现这样的一个点的时候，你就要去诠释它，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呢，还不能用你自己的角度去搞清楚，而是用会遇到那个问题的那个人的角度去想，这个叫同理。比如说，呃，如果今天要叫你做可以协助孕妇的事的的设施，那你你又不会怀孕，对不对？我我们男生不会怀孕，那你叫男生去想这个事情，他顶多就是想啊，我如果 大、啊、肚子啊会怎么样不变？好、哦，然后用这个角度去想，可是你会发现这样想出来的结果往往不是孕妇所需要的啊、哦。所以比较简单的一个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就是去问那个真正有那个问题的人，看他们需要什么啊、哦。所以你可以可以去访问孕妇啊，或者是说去看很多孕妇的地方，去看那些孕妇。 的日常生活，然后再来呢？如果你要让他感受更深，每个人就装一个大水球在肚子里面，不准弄破，给他装个三天三夜，哦，包准他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孕妇的不便，啊，至少六成了哈、哦。哇，那肚子大到洗澡都没办法洗，啊，他就会有那个感觉，这个叫同理。 啊，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才会是人家想要的。好，那所以重点是说，诶，这两个东西是运算思维没有的。所以，如果你只会运算思维，那你只会解决问题。但是前提是，如果没有人给你问题，那你就无用武之地。啊，所以如果你学了今天，如果你学了设计思考，你会从生活里面去观察，去呃问题，甚至你可以创造需求。那这样的人。 就是，贾伯斯、比尔盖茨、啊、哦、祖克伯，都是属于这样的人。他们就做出一个东西啊，大家都需要他、哦。对不对？那所以如果很简单啊，如果你是哎，你是做马克杯的，那你觉得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其实是什么？小孩都不喝水嘛。 啊，不喝水呢，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有办法提醒小孩喝水。好啊，如果你做出这样的杯子呢，每一个妈妈都会喜欢买，那你就创造了需求。那源自于小孩不喝水这件事是你的痛苦。好，所以呃，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如果你把这两个都学了，好，你看学设计思考。 小孩未来会有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可以发现、探索生活中不变的地方，可以产生新的需求。他可以看到未来，好、啊，所以如果你教设计思考，小朋友会很有想法。然后呢，他是将来可以像祖克伯这一类的的人物出现。那如果你教只有教运算思维，那他很会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到他手上都没有问题，都都可以解决。他是一个领导型的人才。 好，然后可是，如果你上课只教技术，你只有教他怎么写程式，那他这一辈子最厉害、最厉害的会是什么？就是工程师，大不了是总工程师、R&D 部门的主管，这已经是最高阶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在考虑这个国民教育这一件事情。 哦，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是希望各位也不要只教只教高端的设计思考，也不要只教运算思维，也不要只教程式。我希望各位三个都教。为什么？因为小孩长大了要出社会，他是未来是靠自己生活，你没有办法陪伴他到老死，对不对？哦，国小老师过了国小。 就不会再陪他。国中老师过了国中就不会再陪他，所以没有一个老师可以跟着他一辈子。小朋友都是自己独立的个体，所以他想要成为什么，应该是他自己的选择。你没有办法负责，呃，没有办法帮他负责。那可是有一件事是老师可以做的，就是开他的眼界，哦，让他看到世界的所有可能，然后他在。 依据他的想法、他的需求，他自己去做选择。我决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这个才是老师该做的。那所以，我们不能只教他程式啊。那你只教他程式，他这一辈子只有看到程式，他可能只会想当工程师，或者只能当工程师。那你就限缩了他的发展。那你也不能只教他设计思考。哎、欸，我只会发现问题。 然后问题来了，就丢给人家做。那万一他没有到那个位阶，他手下没有人，那谁要帮他解决问题？啊，所以其实都要教。那这个都是生活上很好的能力。啊，那选择在学生个人，那呃会就是选择是他自己的了哈。好,好，那所以这个是有关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这两个东西。 是在我们的科技教育里面非常重大的核心哈、哦。好，那回到刚刚的练习，我们先把刚刚的练习，哎，刚刚哦，这个练习完哈、哦。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好，呃，这边有一个叫做呃五阶段五层次教学论的哈、哦，这个也是我自己发明的哈、哦，我。 哎，各位如果有学术需求哈，自己去想办法去找那个理论来对应了哈。好，我们一般在做创客，那其实跟呃学程式差不多了哈。我们会我把它切成五种层次。那第一种层次是概念工具的基础学习啊，比如说呃你学怎么移动，移动这一件事啊，在 Scratch 里面可能有各种移动的方式啊，这个叫一个概念。 然后呢，第二个叫做概念应用，就是你学了这个工具，学了这个概念之后，你怎么去用它啊？所以，所以我如果教了移动之后，我可能哎，同学，我需要鬼怪的移动方式，我需要鱼的移动方式，或者呢，我是做那个一九四三设计游戏，请你帮我设计出十种不同的移动方式。好，就是利用这个概念去做新的应用跟设计。 啊，所以概念应用，概念应用，有没有发现很像那个数学课？教完定理，给一个练习题；教完定理，给一个练习题，对不对？啊，就是这样。那对那个刚学的哈、哦，就是第一次接触 s q u i 的，一二一二一二，这样是蛮 OK 的哦，很简单，又简单又容易学，然后后面还可以发挥小创意。然后等到他有一点点基础，哎，我给一个小主题来练习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呃，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或者他已经上四年级，或者是这是社团课，不是那个基础课，那我们就会建议你从小主题哈、哦，做一个小游戏，做一个小动画，做一个小模拟器开始，然后整个做完之后，再跟各位分析里面用到的概念，啊、哦，用到的概念，然后他们去了解那个概念之后，再把它用到生活上，啊、哦，就三二一。 三二一二一这样哈 <coughs>，好，所以进阶就是小主题的方式，三二一二三二一这样。那当然，如果你是学校比较有想法的，他想要做校本，他就是去呃到毕业就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梦想，那他就比较适合校本。好，他就要去做那个分年段跟，跟还有跟各领域呃整合的一个想法，然后去呃去系统拆解。 好、哦，把它拆出来，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哎，七年级上什么，八年级上什么，九年级上什么。好、哦，然后思呃设计思考最难，啊、哦，为什么？因为这个牵涉到老师的程度，而且你在班上分分组，比如说分六个组，那六个组的想法都不一样，你要一组一组分别去引导，然后他们各组做各自的，那你就是一个一个 mental 的角色，一个引导的角色。 好，那这个就就会是技术上是最难的哈、哦，啊，所以这个是看你的需求去搭了哈、哦，这是我们上课的方式。好，那呃，这里面哈、哦，在其实课纲里面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哈、哦，就第一个素养化跟创造力，然后还有后设认知自主学习，啊，这我们哎、欸、今天。 能提到多少就算多少了哈。刚刚也有提到一些，然后你每一堂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有给孩子充分的思考跟尝试的机会？还有这个，这个呃，很多老师没注意到这一件事，我可能稍微提一下哈、哦。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哦，那个我们孩子现在很喜欢打线上游戏。 那很多线上游戏就打打杀杀，那他玩久了之后呢，他会被习惯化、哦，他就觉得那种打打杀杀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跟同学之间这样打打闹闹，有时候就会哎、欸、比较残忍的一点。好，那个其实跟我们平常上课也有关系，所以我们建我会建议了哈、哦，当然这个不是很强强制，就是说你在教那些。 呃，内容的时候，你的题材有没有办法想象？呃，让它可以正向一点。比如说射击游戏，你要杀死敌人，杀死敌人，对不对？但是以前哈，我就后来会觉得这样有点残忍。我、哦、然后杀到还要那个造型还要改成喷血死掉，然后哎呀，我死了这样，好像后来想一想不太好。好、哦，那是不是有有没有办法？哎？ 我丢一个什么技能给他啊？他学到了，然后就加分，这样就变成比较正向，哦，所以这个是给老师参考一下了哈、哦。好，那再来就是，呃，这个是 PBL 导向的部分，这个给各位参考哈、哦。呃，这是一个流程了哈、哦。那太学术的东西，我们就不在这边做进一步的探讨。好，那所以，呃，到目前为止。 我们会把呃这个上课的方式跟呃我们我的教学方式简单的会跟各位做一个安排哈、哦。那新手老师你其实呃不要紧张，我提供各位一个东西，各位知道军医嘛哈、哦，军医很多人用，请各位到军医平台。 我常常会遇到那个很多这样，那老师会问说：“哎，我们小孩想学 Switch 有没有建议的书？”啊、哦，我我其实蛮建议各位老师就不用买书了哈。但是我这个话一讲出去，那个书商都要骂我哈。呃，因为网络上太多教材了，啊、哦，这个是太热门的东西，那所以其实完全呃没有教材一样。 网络上太多资源可以教，那非常建议各位在军医平台的课程探索里面，这里有个电脑科学啊，这个地方有儿童城市的，有创客的，全部都有啊，所以你不用自己再去另外录啊，所以其实我们县里面也没有录，因为奎汉老师就已经录好放在军医了，那我干嘛要做重复的事，对不对？那当然，除非。 你觉得，呃，你可能觉得说，哎，他要录的这个取向跟我要录的取向不一样，那你再录新的啊，不然的话，我是觉得，啊，他就做的很好了，我为什么还要再弄一个重复的？好、哦，有巨人，我就直接踩在巨人肩膀，不是很好吗？好、哦，所以你在这边点进来，这边有个城市设计，然后这里有个 s c r a t c h 好，那这里已经包山包海哈。哦 各位老师都可以在这边教了哈，那我们大概讲一下哈，这边大部分都是属于主题型的啊，主题型的，也就是说，它是带你做一个呃小作品，那从小作品去学那个程式的过程啊，那所以每一个都是这样啊，然后如果你是要练技术的，如果你是要练技术的，非常建议你。 那个魁汉的网站，好，这个网站它是练技术的，那所以很多那个要比赛的选手，我们都建议他来这里练技术。好，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哈，你看一下别人的别人的都是主题性的，所以他就是可能做一个生日卡片哦，做一个什么捉迷藏游戏啊，可是这一边他是呃以技术的的那个技术点去做课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课程内容。好，那它就会有一些，比如说跟跟移动有关的技术，好，或者是说它要做什么，呃，九九乘法表，然后它后面还会有更进阶，它是用那个什么初级工程师、菜鸟工程师、助理工程师，然后。 工程师，然后更厉害的什么高级工程师，他用这样去分程度。所以，比如说你要做一些转场特效，那做转场特效在，在在助理工程师他可能是简单的技巧，然后在那个高级工程师就会有一些复合的技巧，会让他更精美、更厉害。啊、哦，所以这边是练技术的。好，那不管你是不管你是要练主题，还是要练技术。 这些都是直接都是影片啊，所以你就点进去就可以看这个里面的影片，甚至是呃，他会有教你一步一步的那个那个做法，好、啊、引导的做法，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做学习。而且军医他还有追踪学生的功能啊，追踪他学习进度的功能，你可以请他在后台帮你捞数据。 啊，所以呃，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没有教材的部分，好、哦，尤其是学 Scratch 这一块，教材太多。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哦，等一下再继续。好，那各位先休息十分钟哈、哦，我们两点十分再继续上课。